他的高音实在是太美妙了，尤其是那一段贯口实在是太妙了。嗯，是。哎，你有没有听说过高音奶爸？什么爸？高音奶爸就是湖南卫视隆重推出的那个外号叫高音奶爸的歌手。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是林军吧？他可是绝对的实力唱将。对，林军就是由湖南卫视隆重推出的人气极高的实力派歌手，看过《中国最强音》的朋友一定认识他。女高音没有听够，那我们继续来听男高音。我可是非常期待他带来了这首摇滚版的《爱情三十六计》。Let's welcome 林军。欢迎林军。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必须要一个人找个地方静一静。究竟什么应该要放弃？是失败，是写错字，什么大不了？节奏才是最重要，要爱就不要罢靠。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你要自己找，我要空气。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从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你要自己找，我要空气。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你要自己找，我要空气。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Thank you, 谢谢。好，我们继续再唱读一首歌，再跟大家黄下爷啊。OK， 这首歌是我的音乐啊，我的原创。这世界就是一台大机器，这机器叫做欲望的东西。Yeah!我躺在梦里，被闹钟叫醒，告诉我今天又是星期一。生活的发条又重新被上紧，出门要趁早，把时刻特别紧。
形成一切交出欲望的东西，谁都是在奔波在角里，你和我都有点身不由己，你就凭运气忘了悲和喜，你全心全力出欲望的动力。我躺在梦里，被闹钟叫醒，告诉我今天又是星期一。生活的发条又重新被上紧，出门要趁早把时刻特别记。全世界就是一台大机器，形成一切交出欲望的东西，谁都是在奔波在焦虑，你和我都有点身不由己，你就拼命记忘了悲和喜，你全心全力做欲望的努力。是不是有个梦想在心中，找一个安静的去淡泊的生活，这是谁能被你命中就把梦想了吧，忘了吧，这世界就是一台大机器，形成一切交出欲望的东西，谁都是在奔波在焦虑，你和我都有点身不由己，你就拼命记忘了悲和喜，你全心全力做欲望的努力。Thank you! Thank you! 波士顿非常的漂亮干净啊，人们很热情，然后还有很多的华人的同胞在这里，对不对？那么我自己讲一下广东话好不好啊？我知道这里很多广东人是吗？所以能揀回以下这首歌是我自己的偶像张怀友先生的，因为我自己的蒙古人来的，你们信不信啊？不信啊，我自己都不信。开玩笑啊，我真的是蒙古人，但是现在算半个广东人啊，因为我的家现在安到了珠海。哦，哇哦，哇哦。好，唱一首广东歌让大家回味一下家乡的味道。我的偶像学友大哥的一首《爱是永恒》。
两手不用痛，从没有合约效动，但却跨时空，这通通不是的爱，我曾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比起你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每粒光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当所爱是你，有没有掌声啊？两首相思歌，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生活中。了都共你同在，无尽永恒在。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着你千个万个世纪，最美丽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荒地老也好，最美丽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Thank you， 中秋快乐！谢谢谢谢林君的精彩演唱，不愧是高音奶爸，是吧？是啊。现场的效果实在是震撼，非常好，这听得我是热血沸腾啊！我觉得我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发展。您是指朝着高音方向呢，还是奶爸方向？那您觉得呢？开个玩笑，别生气。哎。你刚才说的我们家乡的这个节目怎么到现在还不上呢？我后台小板凳都准备好了。哎呦，这个真不好意思，天津的那个节目导演组取消了，要不我给你找个近点的，北京怎么样？啊，北京就北京吧，反正天津都快成北京郊区了。这个一提起北京啊，我就伤心往事就上来了。怎么了这是？啊，我不是在那认识好多姑娘吗？最近都没时间进城去看她们。你真是本性难移啊。不过说到这个中秋节，想想自己不能回到国内去陪伴父母、陪伴亲人，心里还是不免有些难过。是，故乡这个词现在可能提及更多的会伤感一些。那佳妮呢？别难过，
我们就有请我们最优秀的歌手，用他最美妙的歌声再带我们去一次那魂牵梦绕的故乡。有请原总政文工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赵静为我们带来一首来自家乡的歌曲《故乡是北京》。Me and my homeland, let's welcome 赵静。有请赵静。大家，今天是我们民族风中华情在美国的最后一场演出了。这次我们美国之行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外同胞给予我们的热情和肯定，谢谢。好，接下来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我的祖国》。
好像花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起那沉睡的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大家这么热情，谢谢。我们都是中华儿女，一首《爱我中华》献给大家。56个星座，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56族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56族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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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爱奋起不放，爱我中华，坚守我们的国家，爱我中华，中华雄姿英发，爱我中华，56族兄弟姐妹我爱你。
56个星座，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56族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谢谢大家。谢谢赵京老师，不愧是总政文工团，对不对？专业就是专业。是，我觉得呢，善于发现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湖南卫视也做得非常好。哎，我怎么听着这像打小广告呢？哟，被你听出来了。那个湖南卫视跟我说，如果我在台上说10遍他们的名字，他们就请我参加他们的节目。湖南现在还差2遍。哦，湖南卫视怎么会请你去做节目？如果你去做节目，谁会看湖南卫视啊？已经2遍了，够不够？带上我。好，带你一块儿去。那不如下面你就继续给大家介绍由湖南卫视强力推荐的另一个节目。没问题，掌声有请湖南卫视中国最强音全国亚军、中国新锐摇滚民谣代表人物刘明辉为我们带来歌曲《一无所有》。Please welcome our rock star. 波士顿的朋友，你们好吗？有1000个人现场啊，现在不像1000个人的声音。波士顿的朋友，你们好吗？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潇洒的你在走，身边的水太柔，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节奏好不好？会唱的我们一起来啊，好不好？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紧你的双手，这就跟我走，这是你的手在颤抖，这是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爱我一无所有。所有，谢谢啊！1986年，崔健老师第一次唱了这首歌，啊，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就已经有了摇滚乐，所以这是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曲。